终于找到你了！不要再躲我了，我已经找你12年呢。不联络，不是因为你甩他，而是你不能找。你是第一个问我痛不痛的人。如果我不用你回应我，你也不用喜欢我，我可不可以就陪在你身边？我这里是空的，没有任何东西，也放不进任何东西。 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世界上有个人会为了我的存在而在乎着。所以，裴守一，可不可以让我成为走进你心底的那一个人？所以，裴守一，可不可以救了我，就不要不理我，就算只是在身边，让我陪着你。 好吗？那天起，有个小鬼撞进了我的世界，看到满是伤痕的他，忍不住的拉了一把。所谓的拉扯，谁都不知道结果是拉起来或扯下去。所以，小鬼啊，不要所托非人。 我不是那个值得你在旁边绕啊转的，能有回报的人。这个余振轩他是不是有一点？啊！雏鸟情节、偏执症、雅思伯格、轻度抑郁，还有自残倾向。你想要先了解哪一个？我没病。问题不在你。是。 干嘛？啊！你跟裴守一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怎么认识？你们在哪边认识的？裴守一有没有跟你提过我啊？对你冷漠，消失在你面前，我们之间不要有所期待，就没那么容易受到伤害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 余振轩，谢谢你短暂的出现在我眼前。我不会告诉自己想逃离那个房间，是因为你的声音，身影徘徊得太频繁。我们一起的记忆占据得太超载，亲手抹掉有你的记忆，干干净净的当没有遇见。 我的狠心对你来说，或许才是最好的吧。12年是什么概念？是春夏秋冬来去12次，是在脑海中一杠杠划去4380个只有我的日子。 是你离开后又再回来我世界的长度。他们都说12年的等待很长，但对我来说，是睡了一场觉。肯定醒来后，你将出现在我身边，我的存在如果能被看见，就成了何其有幸。而如果见不到，
也好，不过是有一点点难过，但为了你而难过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如果可以，没有人想要孤孤单单一个人。如果可以，我还是希望有个人可以走进来。